好，我来自台东都兰，我是沈燕君。你是从小唱歌给土地公听哦？我们爸爸妈妈吼是四个孩子，啊，我有哥哥，有姐姐，啊，再来就是我啊，我有小的弟弟，两男两女啦。对，那早期哦。较早的人吼，拢较困苦，啊，有大汉囝就欢喜的，大汉查某囝就欢喜的，哇，生着我，再来就小儿子更高兴了。那他们早期都可以去学校读书，可是我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无啥物钱。哦，然后因为爸爸妈妈做工，好，那啊，我都骑个大车，下口土地公庙，我都去遐唱歌，啊，唱歌的时阵就感觉家己是迄个大明星啊。姿势啊，也有样子啊，所以期许以后也可以当个大明星，站在舞台上。那今天你抽到哪一位老师的歌呢？雅文老师啊，我好喜欢雅文老师啊，我选了雅文老师的这一首《等掉》。